你心里面起欲念，所以所有的神通都没有了。没有了以后的话呢，这个第四天就更加生气了，就责骂这个阿修罗女。阿修罗女忍受不了呢，就跑到他的父王啊，跑到阿修罗王那边去告状去了，哭哭啼啼啊。阿修罗呢就起嗔恨心了，觉得好家伙，你上次呢我去你那里，你要拿你的天兵天将来恐吓我，现在呢你又来欺负我这个女儿，所以呢就调动他阿修罗部的那些部众啊来攻打第四天宫。然后阿修罗王呢现大神通啊，脚呢就踩在海，脚踏海底啊，手撼天宫啊，可以变得很大呢，脚踩在大海里面，手呢可以摇，拿起这个整个的刀立天宫来摇动，并且呢手揽日月。那么第四天呢就打不赢啊，就跑到佛陀那里去了，佛陀就叫他合掌念摩诃般若波罗蜜多。然后呢遇到阿修罗王攻打的时候就这样子念了，然后呢阿修罗的神通光明就一天一天少了，后来呢就失败了。失败以后呢无处藏身呢，就跑到那个藕丝空里面藏起来了那么呢这个是佛经上所说的公案第六是迦楼罗，就是大鹏金翅鸟他因为佛陀呢用了袈裟保护那些龙，那么大鹏金翅鸟呢迦楼罗呢就没有食物可吃啊，肚子饿起来就去找佛陀那么佛陀呢就说，那么我们人间的佛弟子吃饭的时候啊，用七粒饭呢来出生念佛陀的那个经咒呢变作无量无边，让那个迦楼罗呢得到饱满大鹏金翅鸟旷野鬼神众，罗刹鬼子母甘露西充满。罗刹鬼子母那个罗刹鬼呢是女鬼啊，她生了一千个小鬼小鬼头那么呢专门抓那个人间的那些小孩子为食物，然后呢很多的佛陀在舍卫城的时候，很多人家呢突然间小孩子失踪啊，就去请问佛陀，佛陀呢当然以通力就知道说是罗刹鬼子母在危害了，就呢把他最小的那个儿子呢就扣在佛钵里面。那么罗刹鬼子母呢到处找不到啊，后来呢来到佛陀的住的金舍呢，听到那个佛钵里面呢有小孩子，有他的那个最小的儿子的哭声呢，就想把那个佛钵拿起来，但是拿不动，又回去把那个999个鬼子呢都叫过来一起来，还是无法将佛钵抬起来那么呢鬼子母罗刹鬼子母呢就去找佛评理，佛陀说你看看你有一千个儿子，少了一个呢你都很着急，人间呢你会伤害人家的儿子，这怎么可以呢？然后罗刹鬼子母说，他说我们没有食物啊，佛陀照样呢是叫他享受人间佛弟子这种如来加持力咒力和佛弟子的心愿力所成就的这种施食，让他们呢得到饱满那么第七种是紧络罗，紧络罗呢意为疑神他的相貌呢就像人一样，但是头上呢生一个角你要说人嘛又不像，你要说不是人嘛他又像人，这样子呢人和非人都起怀疑，所以叫做疑神。那么他也是呢第四天的音乐神。那么他与前面的钱达婆有什么不同呢？钱达婆呢是专门奏世俗的音乐，紧络罗呢他是奏法乐。第四天呢要念经的时候，要闻法的时候，要供养三宝的时候，他就让紧络罗王呢率领他的眷属啊就来奏法乐来供养三宝。第八是摩诃罗伽，就意为大蟒神，人非人等身人那么是指我们四大部洲之人呢非人呢那么是指除人之外的，你看前面的我们已经讲过了，天呐、阿修罗啊、人呐、那么呢其他的地狱恶鬼畜生呐、这一类呢都可以概括为非人这一类那么这些天龙八部人非人等呢他们呢都乐出本轮呢，希望脱离这个八部之身，希望得到呢
侠马的人生来闻佛法，发菩提心修行。所以呢，观世音菩萨就能够寻声救苦，有求接应，示现同类的天龙八部之身来为他们说法。那么可见呢，菩萨呀，他的慈悲呢遍及到每一位众生啊，不分阶级，不分种类，不分大小啊，平等普度。所能言经上面说，若诸众生乐出本轮，我现天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乃至摩诃罗伽乐脱本轮，我于彼前现摩诃罗伽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好了，那么呢，这里面就是我们讲的第十八类说法。事实上呢，观世音菩萨三十二应身呢，底下就还有一个执金刚神啊。那么呢，我们可以归纳一下了，第一个是佛身，第二个是独觉身，第三个呢是圆觉身，第四是声闻身，这个呢是现圣身啊。然后呢，第五是梵王身，第六是地士身，第七是自在天身。自在天是指欲界的最高一层天，他化自在天。然后呢，第八是大自在天身，这个是指色界的最高一层天，色究竟天身。第九是天大将军身，第十是四天王身，东方慈国南增长，西方广目北多闻，现四天王身啊。第十一是现四天王太子身。那你看那个道玄律师在终南山修行呢，他持戒很清净，感得天神守护。那么有一次呢，他不小心滑倒了，马上就有一个天将呢现身把他扶起来啊，把他扶住啊，不会让他倒下去。那么这样子的话呢，就问那个天神是谁，他说我是北方啊毗沙门天王的太子啊，就是现四王太子身呢。那么第五到第十一呢，都是现诸天身来为众生说法。第十二是人王身，第十三是长者身，第十四是居士身，第十五是宰官身，第十六是婆罗门身，第十七是比丘身，第十八是比丘尼身，第十九是优婆塞身，第二十是优婆夷身，第二十一是女主身，第二十二是童男身，第二十三是童女身。那么从十二到二十三呢，这个是现种种的人身为众生说法。我们昨天讲到了那个三十三观音，就是这个三十二应身加上菩萨的本身，成为了三十三观音啊。第二十四呢是天身，二十五龙身，二十六药叉身，二十七乾达婆身，二十八修罗身，二十九紧洛罗身，三十是摩诃罗伽身。那么二十四到三十呢，这个是为那些求脱离天龙八部之身的众生，来告诉他们脱离八部之身，得到八有暇十圆满的善妙人生，闻佛法，这样子的呢，先这样子的身呢来说法。第三十一呢是人身啊，是为乐修人身的众生说法。他希望呢能够获得善妙人生啊，在人间呢来自于成佛道啊。第三十二就是非人身，那么应那些求离非人身的众生而呢现同类身，以同四色来说法。第十九是应金刚神，应呢执金刚神身说法。因以执金刚神得度者，即现执金刚神而为说法。在《佛说大宝济经》上面呢，有说到西游转轮圣王啊，过去呢有一位转轮圣王啊，转轮圣王他寿命很长了啊，我们说他是增劫呢两万岁以上，减劫八万岁的时候出现于世的啊，所以呢寿命很长。那么呢，王有两位夫人，第一夫人具足千子啊，第一位太太给他生了一千个儿子，因为寿命很长嘛啊。那么呢，具发道义，这千个儿子呢都发起菩提心来修行啊，愿成佛道。那么呢，父王预知千子将来成佛，先后次第啊。
那么呢就希望知道这一千个儿子将来他们成佛，哪个先成佛哪个后成佛呢，就让千子啊来探筹，就是抽签呢。那么结果呢，抽到第一根签的呢，就是后来啊我们这个贤劫里面这一千子啊都在我们这个贤劫里面事先成佛啊。那么就贤劫里面第一尊佛啊居留尊佛，第二呢就是居洛含牟尼佛，第三呢就是迦摄佛，第四呢就是释迦牟尼佛，第五呢弥勒佛啊，乃至于呢第一千就是呢楼智佛啊。那么王第二夫人呢生有二子，第二个他就生了两个儿子，哎，那么这个大儿子呢就发愿呢愿为金刚力士啊，就是本经上面所说的执金刚神，大儿子愿意做执金刚神护千兄之法，那么我一千个兄长他们成佛的时候呢我都来给他们护啊护法。嗯，释迦牟尼佛得了这个执金刚神护法哦，哎，曾经那个提婆达多从灵鹫山上把大石头推下来，就是呢执金刚神用宝杵一挡啊，这个大石头就粉碎了，还留下个小石块呢，就三佛的竹子啊。那么小儿子就发愿呢为大梵天王啊，最初劝请千兄说法，那个小儿子就说呢，我呢愿意做大梵天王，我每一位兄长呢他们事先成佛的时候我呢都来做劝请，都请他们呢转法轮。那么这个呢是啊执金刚神他的这个缘起的公案啊。观世音菩萨呢对于这一类的喜欢护持佛法的众生呢就显现执金刚神身，而为他们说护持佛法守护三宝保护众生啊成就啊帮助修行人的方法。无尽意是观世音菩萨成就如是功德，以种种行游诸国土度脱众生。那么这个是总结上面的三十二应身十九类说法啊，现身到十方一切国土啊啊，就是说你看观世音菩萨呢他能够啊以三十二应身十九类说法呢普遍地到十方诸佛的国土去呢度脱无量无边地一切苦恼众生。所以呢佛陀对当机勤法者说，无尽意啊，你看这尊观世音菩萨呢啊他真是非常伟大非常了不起啊，能够呢成就无量无边地浩瀚广大的功德，能够以种种的不同的身形三十二应身普门示现到十方佛国土去广度众生啊。那么呢菩萨所教化的处所呢非常广大，不单单是在极乐世界辅佐阿弥陀佛度众生，也不单单是在我们这个娑婆世界来示现三十二应身施十四种无畏来度众生来教化众生，而且呢十方诸佛国土啊无量三千大千世界都是观世音菩萨教化的地方啊，并且呢观世音菩萨教化的范围非常广大，不单单是教化六道的苦恼众生，而且呢声闻缘觉菩萨三圣的众生呢也是观世音菩萨教化的众生，观世音菩萨教化六道众生帮助他们断见惑断思惑啊，然后呢超出六道轮回，教化三圣众生呢让他们断尘沙惑断无明惑圆成佛道，所以呢这个功德真的是非常不可思议呀 啊所以说呢是啊游诸国土度脱众生啊，是这样子的意思啊。观世音菩萨呢号为普门大士，不单单是显现正报的有情身，我们昨天已经讲过了哈，四土啊，四土呢到常寂光土啊，前面的三土是法相土
后面的呢常寂光土是法性土，到了法性土的时候呢，就能够生土不二，一正不二呀。而观世音菩萨他的本来面目就是正法明如来，当然他也能够由这个常寂光土，由这个佛身功德而起妙用，所以呢能够一正不二，生土不二啊。常寂光啊，常是法身德，是离体，寂呢是解脱德，是相啊，不着有相，不着空相，空有俱不着啊，啊，这样子呢是诸法常寂灭相啊。那么呢着相呢就是凡夫，着相就有取舍，就有流转了、光呢是般若德，是用啊，所以常寂光就是体相用，就是三德，法身德、解脱德、般若德，都是相通的。你看六祖当时说禅宗的法脉呀，心法呀，是什么？十二个字，无念为宗，无相为体，无住为本。无念为宗是说体呀，无念为宗，念念呢归到一真法界，归到本体上去呀。无相为体呢是说相啊，是说呢解脱德啊，于相而离相，实相无相，无不相。无住为本呢是说妙用啊，啊，无住为本实际上就是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呢、无住而生心是菩萨道，生心而无住是解脱道，那么呢也就是光啊，也就是呢用啊，所以常寂光就是体相用，也就是呢我们此地所讲的，为什么观世音菩萨不单单是能够现有情身、三十二应身，而且呢他还能够现医报，显现山河大地，显现船筏，显现桥梁道路，显现药草树木，显现亭台楼阁，显现河池泉景。你看玄奘法师他悉心求法，在沙漠里面失手把那个沉水的皮囊打翻了，但是呢他毅力很好啊，宁向西方一步死，不回东土一步生呢、绝不回头。那么感得观世音菩萨显现呢，为他显现出绿草地，显现出泉水，让人和马呢都得救啊。这个呢都是观世音菩萨不可思议的显现呢所以呢能够显现正报，能够显现医报，只要能够让众生离苦得乐，逢凶化吉，转危为安，菩萨呢都能够随机示现，所以呢真的是非常不可思议。是故汝等应当一心供养观世音菩萨。那么这是世尊呢劝供观世音菩萨，既然成就了这样子的浩瀚无边的广大福德，所以呢我们法华会上的与会大众啊，就应该自诚恭敬地以种种的供养之具来敬奉观世音菩萨。那这是世尊呢释迦佛啊劝法华会上的四众弟子呢供养观世音菩萨，来成就自身的福慧资粮。无着菩萨呢也宣说向三宝献供啊，应该具足六个方面才是如法的供养。你能够具足六个方面，哪怕是献一朵莲花啊，或者呢献一杯水，献一个苹果，都是呢圆满的供养啊。一个方面是要回因向果，要呢观想为将来证悟佛果而供养，而不是单求人天福报。第二个呢是要为利益众生而献供，就是回志向他呀。第三呢，陈设的供品要庄严整洁要尽自己的力呀，不要说自己用好的，然后呢用差的东西去供三宝好像有些人家里面供佛堂，那么自己那个
那个卧室呢就装修得很豪华，好像皇宫一样。然后呢那个佛堂呢就在阳台上面呢就拿个木板隔一下，然后呢就供一尊观音菩萨，那自己呢就在皇宫里面，那让菩萨这个圣像呢就摆在偏僻的地方，然后那个旁边呢还要晾晒衣服，这样子呢就不是很如法了。第四呢是供养的时候要三轮体空啊，施者受者所施之物三轮体空啊，都不着相啊，因为有相就有轮回呀，有着相就有轮回呀，那有着相就有取舍呀，啊，要于相而离相，都是呢诸法寂灭相。第五呢是于供养时要断除贪嗔等等的不净心，不要说跟人家攀比去献供，这个呢是不净心啊。第六是于供养毕以回向菩提来摄持啊，要能够呢回事向礼，我们供养是一个事项，但是呢要回到我们不生不灭的离体真心真如妙心上去。那么呢具足这么六个方面的话呢，就是如法供养，哪怕是小小的供养呢都能够积累广大的福德。是观世音菩萨摩诃萨于部位极难之中能施无畏，是故此娑婆世界皆号之为施无畏者。佛陀呢又再一次啊告诉无尽意菩萨说，这尊观世音菩萨呀，他是果后行因的大菩萨，道驾慈航，所以呢具有大威德，具有大力量，众生处在恐怖畏惧危险极难之中的时候，只要发心持念观世音菩萨的圣号，菩萨就能够以32应身普门示现来解救众生外在的八难的痛苦和内心的贪嗔痴三毒逼迫的痛苦啊，让众生呢无所畏惧，满足一切求愿，远离痛苦。所以呢娑婆世界九法界众生呢又给观世音菩萨一个美称啊，给他一个美称别名，号为呢施无畏菩萨啊，皆号之为施无畏者啊。一切众生在生死里面流转呢、啊、随时呢被四魔所困扰啊，病魔随时可能生病呢、啊、死魔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一口气不来接着走了啊，烦恼魔天子魔给这个四魔所困扰，处在部位极难之中，所以呢要能够痛念无常，生出离心，至诚恳切地归命观世音菩萨啊。尤其是现在呢社会发展变化非常快啊，那么大家的福报呢来得很快，去得也很快啊，然后呢各种各样的危难呢不是少了而是多了，压力呢不是轻了而是重了，所以更加需要呢得到观世音菩萨的救护。无尽意菩萨白佛言，世尊我今当供养观世音菩萨，既解禁众宝珠璎珞价值百千两金而已与之作是言，仁者受持法师珍宝璎珞啊。那么前面是世尊劝供啊，这里面呢就是当机献供啊。当机者呢无尽意菩萨呀就白佛言呢，就对佛说，世尊啊，对于您老人家的教诲呢弟子一定会依教奉行，所以呢供养这尊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那么无尽意菩萨呢当场呢就解下戴在脖子上的价值连城的由宝珠呢织成的璎珞啊，
取出来呢，供养观世音菩萨，而以与之啊作誓言，并且呢非常至诚恭敬恳切地说：仁者啊，这是对观音菩萨的称呼了啊，受持法师珍宝璎珞，请您呢接受这个表示法供养的珍宝璎珞。那么这一段呢主要是两个重点，一个是呢这个啊无尽意菩萨从脖子上把珍宝璎珞取下来，这个是相啊，它的表法的理是什么？表法的理呢是表示我们从中道的诸法实相本觉妙理呢这个体上来起妙用啊。那么脖子呢啊，在我们身体的这个中间，那么这个呢其实是表法呢，就表示我们从所证悟的中道理体上来起修正啊，从所证悟的中道的诸法实相本觉妙理理体上呢起如如之智，起始觉的智慧来修行，来修六度万恨，这个呢是表法的意思啊。再一个呢，宝珠璎珞呢其实是比喻戒定慧以及呢种种的陀罗尼门的修法，种种的无量法门，以这些种种的无量法门的修持来庄严我们的本觉妙理，来庄严中道实相，这个呢是修德有功，信德方显呐。还有第三重意思呢，就是表示呢由利他呢而成就自利。你看阿罗汉呢他偏重于自利呀，所以呢他就没有这个福德的宝珠璎珞呢来做庄严。那么无尽意菩萨呢，他发菩提心，无我利他，广修六度万恨，所以成就了无量的呢宝珠璎珞来庄严法身，来庄严自信。那么从这个三个方面我们就可以理解呢无尽意从脖子上取下宝珠璎珞它的意思。而为什么说是受持法师珍宝璎珞呢？那珍宝璎珞不是财师吗？怎么变成法师呢？事实上我们可以从四个方面来理解。第一个是因为离相行布施啊，所以呢财师即成法师，财供养就变成法供养。无尽意菩萨他发心供养的时候能够做到三轮体空，没有施者受者，也没有呢中间所施的璎珞之相，没有啊所施的啊璎珞之相，不着相啊，没有呢行施的无尽意菩萨他没有我相，也没有呢能够接受的观世音菩萨这个人相啊，没有人相，没有物相啊，啊，没有法相，离一切相修一切善，离相而修善而行布施，所以呢，财师即成法师。第二是即事供而成理供。无尽意菩萨他知道呢，一切的万事万物、山河大地，一切的依正庄严，莫不从心建立。都是我们真如妙心呢显现出来的，所以说心为天地之根，心为万法之本啊。那么无尽意菩萨当然就知道这个宝珠璎珞啊也是我们从心而显现出来的啊，所以呢全物即心，全事即理，即此线上事项上的璎珞，那么呢当体就是彰显我们不生不灭的真心，那么呢就能够即事供而成理供，即财师而成法师。凡夫众生呢他是心外取法的呀，我们因为执着心理缘故啊，
妄想分别执着的缘故啊。我们执着于外在的种种事物为实有，执着于这个花是实有的，执着于璎珞是实有的，所以呢色法和心法就分离开来了啊。那么呢财思和法思呢就各不相同了，所以就变成有相不思了，变成着相不思了，就只能够成为人感得人天福报的因，而不能够成为菩提道的资粮啊。因为呢他不明白佛法，所以呢他就会着相不思啊，他就会有一个居功的思想，觉得哎呀你看我做了多少功德啦，好像那个梁武帝一样啊。然后呢他不知道众生是我心内的众生呢，救人就是救自己啊，利众即是利己啊，毫无功德可居啊。所以呢无尽意菩萨呢他知道一切呢都是一正庄严，都是从心建立的，所以呢他能够聚财事成法师。第三个是无助身心离相修善啊。南北朝时候啊，达摩祖师呢由印度航海来到中国，在广州登陆啊，所以广州啊那个有啊西来庵呢 啊他最初登陆的那个地方就是现在的华林寺啊。那么呢后来广州刺史呢就奏报给梁武帝，梁武帝很信佛啊，马上呢就请人护送达摩祖师呢来金陵，但是两个人呢机缘不切，因为那个梁武帝很着相，梁武帝一见达摩祖师就问他说，朕一生呢见事造像，我一生呢造了很多寺院，也造了很多佛像，并且呢度身印经呢度化了很多人出家，也呢印了很多经书，功德有多少啊。哦，他还是有一种呢鞠躬啊，有一种洋洋得意的啊、一种心在其中。那么呢达摩祖师啊，他是来传禅法的呀，他是直接痛快一针见血的呀，毫不留情，毫不讲人情啊，毫不留面子，马上就是说毫无功德，一点功德都没有。为什么？这是事实啊，不是说假话啊。因为你是着相不思啊，着相不思呢就不能够与常寂光明离体相应啊，那么呢它就是有漏之因呢、啊、种善因得善果，将来得了人天福报而已啊，所以呢是福报不是功德。那么梁武帝就不高兴了，他就哎呀你看这位法师呢还是非常不近人情，像我以帝王之尊这样子的发心来护持三宝，你还说毫无功德。那么他就反问说，那么什么是真实功德呢？祖师回答了八个字，静至妙缘，体至空寂，这个才是无漏的真实的功德啊。静至妙缘呢、啊无助而身心呢、啊、这个是静至妙缘呢 啊心无所住而来身心度众生，而身心护持三宝弘扬正法。但是呢虽然终日度生而无一众生可度，不会执着于度众生之相啊，所以呢无助而身心不思啊，共上璎珞啊，这个叫静至妙缘。身心而无助呢叫做体至空寂啊。第四个原因是无尽意菩萨他是为了利益众生而供养璎珞啊，但是呢他又不着众生相，离相而修布施啊，离开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不着相离布施啊，能够福等虚空量周法界啊。一着相呢就有限量就有限制了，好像我们这个讲堂之中你要不着相你整个讲堂都看到了，你要只是看到某一个人，那么你眼中就只有这个人，其他的你看不到了，因为你执着于某一点，执着于某一项啊。哦，那么这样子的话呢有限量就有生灭就有漏啊，
就只能够称为有漏的福德啊。啊，无尽意呢，他能够做到财法二是等无差别，所以呢，他线上的璎珞呢，它可以作为代表法供样的法师。时观世音菩萨不肯受之，无尽意复白观世音菩萨言：仁者，明我等故受此璎珞。观世音菩萨不肯受供呢，不肯接受这个璎珞供养的有三重意思，一个是没有见到佛陀许可，前面无尽意菩萨他是遵从佛陀的教诲而献供啊，那现在观世音菩萨呢没有见到佛陀开许呢，不肯受供。第二呢是要令施主啊生璎重心，要呢自诚恳切啊、哦，不是说随便说说啊。第三呢是观音大士心中啊三轮体空啊啊，那么呢无尽意菩萨又在殷勤地祈请观世音菩萨说：仁者，明我等故啊，请呢观世音菩萨怜悯我等能够呢受此璎珞的供养，给我们法华会上的四众弟子呢有一个种福田增福慧的机会。那么呢这个就表示呢施主自诚呢啊上顺佛意下为众生，这是无尽意菩萨的发心。尔时佛告观世音菩萨：当明此无尽意菩萨及四众天龙夜叉钱达婆阿修罗迦楼罗紧洛罗摩诃罗伽人非人等故受是璎珞。就是呢佛陀劝观音菩萨呢受供，为什么观世音菩萨要佛陀来劝请受供呢？因为菩萨他本地的功德本来就是佛嘛，与佛平等啊，那么他的功德呢为佛与佛乃能究竟呢，所以呢需要佛劝请，并且呢佛陀知道观世音菩萨他的大慈悲心呢，他是以度生为己济世为怀，所以呢佛陀就去劝观世音菩萨说：要怜悯无尽意菩萨这一番好意，要呢为了利益法华会上的四众弟子乃至于天龙八部人非人等，所以呢要接受这个法供养璎珞的供养、嗯、其实呢布施度的圆满都是依于心呢、啊、依于心，我们心圆满了布施度呢就修圆满了。好像原来有一个贫困的女子啊，她以行乞为生，但是呢她经过寺院的时候看到很多人去拜佛，她就很羡慕，她就暗地发了一个心愿，希望能够有点东西去供佛，然后呢将她的很多天行乞所得啊都节省下来，就买了一瓶麻油去献供。那么这个寺院的住持呢啊有他心通啊，就亲自呢到大殿里面为她祝愿。那么这样的话呢感得的福德感得很快呀，很快有一个机缘呢，这个女子啊做了王妃，做了王妃以后呢她想起来还是在寺院里面供了那瓶麻油的缘故啊，她就很高兴，但是呢起了一个傲慢心啊，她就用车子呢装了很多车的贡品啊送到那个寺院里面去，但是呢她去到大殿的时候呢就发现这个住持没有出来为她做回向，而是让知客呢帮她做回向啊。为什么？因为她的发心呢没有那么圆满了啊，他的发心呢有夹杂不清净了，哎，所以其实呢修布施度啊关键就是修一个舍了啊，内舍身心外舍世界呀，这样子的话呢是啊修放下，这个是真正的修布施度啊，你要有挂碍布施度就没有修好啊。了凡四训上面就讲到，所谓布施者呢只是舍之一致啊，啊，达者内舍六根，外舍六尘，啊，内舍六根就是舍掉内心的分别执着，外舍六尘呢，就是不为尘境所诱惑，啊，不取于相啊，啊，所以呢，其实就是不取于相，如如不动啊，内心呢不分别不执着，就是如如不动，外在呢不被六尘所诱惑呢，就是不取于相啊，内外俱舍，就能够明心见性。见性成佛，所以呢佛陀劝众生啊、要供养观世音菩萨，劝观世音菩萨呢为了利乐众生之故来受此璎珞法供养。
即时观世音菩萨悯诸世众及天龙人非人等，受是音落分作二分，一份奉释迦牟尼佛，一份奉多宝佛塔。这个呢一段是讲受供转施，观世音菩萨听佛陀的劝请，接受了璎珞的法供养啊，为了怜悯和利益法华会上的四众弟子以及天龙八部人非人等之故，所以呢接受了当机请法者无尽意菩萨所供养的璎珞之后呢，马上就分作两份，一份呢是转供释迦牟尼佛，一份呢就转供多宝佛的宝塔。嗯，你看这个就好像我们看这个法华经呢、啊、要学的话呢就觉得很生动很形象，好像戏剧一样啊。你看一个人就写了提问，然后佛陀就回答，回答以后的话呢啊，然后一个人起来供养，然后呢佛陀又开示，然后呢观音菩萨又接受，又分作两份，这样子的话呢整个就好像非常精彩生动的戏剧一样。诸佛菩萨呢其实就是来到这个人间演戏给我们看，来度化我们，让我们呢心开悟，否则的话呢只是坐在那里讲呢他听一下呢就打瞌睡了啊。但是呢你要啊这样子生动，好像看戏剧一样呢很精彩呢，大家就兴致盎然啊。所以呢这个妙法莲华经呢翻译过来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很大，对于中国的戏曲、中国的文学各方面呢都有非常深远的影响啊，促进了中国啊传统文化华夏文明的丰富和发展。嗯，那么转供释迦牟尼佛是表示对我们持土的教主啊的供的那个尊重，并且呢也是表法啊，我们从释迦牟尼佛这个名号呢就可以知道怎么样子修行。释迦牟尼佛是娑婆世界的教主啊，能人寂寞意为中文就是四个字。那么能人表示利他，寂寞表示自利，这个我们都知道了。但是呢能人其实呢能是指才能啊，人是指仁慈啊，慈悲啊，既有才能又有慈悲，所以呢就能够积极地入世来利益众生呢、啊、有慈悲没有才能呢事情做不好，有才能没有慈悲呢不肯为众生做事啊，所以呢要能人。但是更重要的是呢同时内心啊还要呢寂静慕照，要寂寞啊，要空其所有啊，利益众生而不着利益众生之相啊啊。所以释迦牟尼佛呢他其实就是表示无助身心，身心无助啊。能人就表示无助而身心，身心度众生，行菩萨道利他。牟尼呢表示寂寞，表示自利，也是表示呢身心而无助啊，修解脱道而呢自利啊。那么呢无助身心，身心无助啊，就把菩萨道和解脱道呢都包含在其中了。多宝，然后还有一份呢是转供多宝佛塔。释迦牟尼佛呢他讲妙法莲华经的时候啊，讲堂前面呢突然呢从地涌出一座庄严的宝塔，里面呢就坐着多宝如来。妙法莲华经见宝塔品上面说，来往过去东方无量万亿阿僧祇世界，国名宝净，彼中有佛号曰多宝，其佛行菩萨道时作大誓愿，若我成佛灭度之后，于十方国土有说法华经处，我之塔庙未听是经故，涌现其前，唯作证明，赞言善哉。哎，这位多宝如来呀，他曾经所发的誓愿就是说呢，哪怕我灭度了，那么呢只要有两个地方讲最殊胜的成佛之法法华经的话，我的宝塔呢就会涌现其前，为他做证明。嗯，那么佛塔呢是表示佛意功德啊，佛陀的智德、断德、悲德，哎，所以在佛塔前面献供养的话呢，能够让我们迅速地断尽三惑，断见识惑、尘沙惑、无明惑。
能够迅速地呢开发内在本具的智慧，如所有智和尽所有智，能够呢激发我们内在的慈悲心来利益众生。我们大乘佛法呢以释迦牟尼佛的八大佛塔为主啊，你看它是有那个八塔呀。第一个是莲花塔，它这个代表了释迦牟尼佛，他呢示现到人间来，降生为悉达多太子啊，这是降生塔啊。那么第二个呢是降魔塔，太子出家以后呢啊，五年寻思缓道，六年苦恨，然后呢30岁圆满成佛，在菩提伽耶金刚座菩提树下呢啊成佛，降魔成佛道啊，所以呢称为降魔塔。第三是转法轮塔，这是纪念释迦牟尼佛呢最初到鹿野苑呢转四地法轮，度阿惹交成如等五比丘。第四呢是神变塔，纪念佛陀在神变月显现神通，降伏60外道。第五是天降塔，是纪念佛陀呢升到倒立天宫为母说法，说地藏北愿经，然后下生人间，从天而降啊，到天降塔。第六是和合塔，纪念世尊呢和合僧团，僧团人多了，大家意见不同，佛陀呢西正和合僧团。第七是尊圣塔，佛陀将要入涅槃的时候啊，大众劝请佛陀不要入灭，那么佛陀呢就嘱咐啊又修这个尊圣塔，并且亲自开光，代表了法身。第八是涅槃塔，纪念佛陀呢在居士洛双林示现入涅槃。那么这是人间八塔啊，天还有呢天上四塔啊。那么多宝佛塔呢从地涌出啊，证明妙法莲花经是最殊胜甚深微妙不可思议的最圆满的。观世音菩萨以璎珞来供养多宝佛塔呢，是表示观世音菩萨耳根圆通，称性起修，从不生不灭的闻性本觉妙理来起始觉的妙智慧，以如如智造如如理呀。所以呢这个法门是最妙的最当机的，以最殊胜最微妙的法门成就耳根圆通以后呢，获二殊胜呢从果而起妙用，所以呢度众生也是最圆满的，所以能够普门示现啊。所以呢供以璎珞供多宝佛塔呢，也表示普门品呢这个观音菩萨的法门呢是最妙的最圆满的。好了，明天上午呢8点我们还有一讲，就是来讲那个寄送就可以圆满了。回向，请大家合掌跟我念：观音菩萨妙难酬，清净庄严累劫修，32应周尘刹，百千万劫化阎浮，瓶中甘露常遍洒，手内杨枝不记秋，千处祈求千处应，苦海常作渡人舟。诸位善知识，请大家翻到经本的第17页。那么这个是我们今天是我们呢此次普门品的学习法会呢圆满的一次。首先请大家发起无上的菩提心，为自他一切众生
迅速地断生死流转之苦，成就佛陀的智德、断德与悲德。所以呢，我们来学习《妙法莲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前面我们讲到长行文呢，那个长行的文字呢，还有一句啊，我们看最后这一句：无尽意，观世音菩萨有如是自在神力，由于娑婆世界。那么这个是总结观世音菩萨普门示现三十二应十九说法啊，来利益众生。那么佛陀呢，再一次叫着当机请法者的名字说：无尽意啊，这尊观世音菩萨呢，他功德巍巍，有这样子无碍的自在的威德神通之力，来由我们这个充满众苦的娑婆世界普利有情，因以何身得度，即现何身而为说法。这个是呢，来总结前面的讲的三十二应身十九类说法啊。在华严经里面讲到啊，佛的十种自在，弥勒菩萨的大圣金庄严论里面呢也有一个归纳。第一个是寿命自在啊，观音菩萨呢，他也就成就了这个十种自在啊，所以说有如是自在神力啊。那么已经显发了法身慧命，所以呢色身受命得自在，能够言万劫而不长，处一念而不短。第二个呢是心自在，不为生死所染污。第三个是财富自在，能够以无量的中宝啊，无量的珍宝来庄严无量的世界，利益无量众生。第四是圣业自在，身与意都是劝化众生断恶修善的功德啊，三轮功德。第五是四身自在，能够以同体大悲处处的显现来饶益有情。好像我们知道的那个浙江的啊，南海普陀山呢，那么呢事实上在东晋的时候呢就有很多的瑞印，所以呢那个时候呢老百姓也都啊渡海呀去拜观世音菩萨。他真正成为佛教的名山呢，是因为唐朝时候啊，唐朝咸通四年，当时呢有一位日本国的高僧叫做慧恶法师入唐来求法寻理圣迹。那么朝拜五台山的时候啊，在中台呢就见到一尊檀香木雕刻的观世音菩萨呀，非常生动，栩栩如生。那么呢他非常欢喜，就请得五台山的啊那个住持方丈的同意呢，就将那尊檀香木雕刻的观音菩萨，他就发心说请回日本呢去供奉，作为日本人民的良福田。那么呢他就很慎重啊，自己呢亲自呢就用绸缎包裹这尊佛像，然后呢亲自一直呢背着就南下，来到当时的明州，就是现在的宁波啊，就在宁波的开元寺里面呢挂单，就等待呢去日本的便船。那么找好船以后啊，第二天呢这个船由宁波港出发，走到普陀山这个海域附近的时候啊，突然之间就狂风暴雨啊，风雨骤起，那就没有办法了，就只好呢就近呢就靠到普陀山这个海岛上。第二天呢又在
准备出发的时候啊，刚刚走出去没有多久呢，忽然之间呢，这个船呢就走不动了，好像是搁浅了，好像是搁在那个石头上一样走不动了。那么然后大家呢在看的时候啊，就发现那个洋面上海面上啊全部都布满了铁莲花。那么这个慧眼法师就想呢，那么莫非是这尊观世音菩萨他不肯去日本呢？然后呢他就跪下来祈祷说，弟子呢一定会按照菩萨的指示啊去做，如果菩萨是不想去日本的话呢，那么菩萨想住在什么地方，那么呢就请指示一条道路，看这个船应该往哪个方向走。这样子一祈祷完的话呢，突然之间就很大一声巨响呢，从那个海底下就冒出一头铁牛出来，然后呢这个铁牛一边游啊，一边就大口大口地把那个铁莲花都吃掉了，然后呢自然地在海洋面上就出现一条航道啊，一条航道呢，然后再回头啊，那么他就顺着这个航道走的时候呢，发现原来又是靠到普陀山上来了。那么呢就在登岸的那个地方呢，就啊慧眼法师呢就发动大家，就建了一个寺院，叫做不肯去观音院。那我们知道普陀山那个露天观音呢非常庄严，大家去朝拜那个露天观音的路上呢，就可以见到一个小寺院，就是当年的不肯去观音院。那么从这个时候开始呢，普陀山就以观世音菩萨的应化道场闻名于世。不过我们现在所拜的这一尊啊，现在去到那个不肯去观音院呢，所拜到的那尊檀香木的观世音菩萨呢，不是原来那一尊啊，原来那一尊又回到宁波去了。那么当时慧眼法师建好这个不肯去观音院以后呢，又过了20年，那么明州开元寺啊，当时的方丈呢叫做道在法师。那么他晚上在这个禅定之中呢，就见到观世音菩萨啊，就跟他说愿意到开元寺来，愿意到这个宁波的开元寺来。那么呢他就很欢喜啊，第二天马上呢就开始呢动工兴建圆通宝殿。建好以后呢，就去请啊去普陀山那个不肯去观音院请那尊观音菩萨回来啊，回到宁波来。那么请的时候呢，这个像非常非常轻呐、很轻很轻，然后呢，很顺利呢就请到寺院来了。刚刚请到寺院来安放好呢，突然就有一位法师自动地呢，就运了很多的上等的檀香木过来，说呢愿意按照那个观音菩萨的形象啊，另外雕刻一尊。那么呢，然后呢，他就把自己关在那个观音圆通宝殿里面呢，也不让人进去，然后呢。也不吃也不吃也不喝，这样的话呢，一个月以后呢，把那个店门打开的时候呢，就发现那个原来的檀木观音旁边又多了一尊新雕刻的观音菩萨，而那位法师呢就不知道去向了。那么道在法师呢就将新雕刻的这尊檀香木观音菩萨呢就请到那个普陀山不肯去观音院呢继续供奉。那么一直由唐朝呢供奉到宋朝。那么宁波开元寺那尊观音菩萨像呢那么老百姓去祈祷啊都非常有感应，所以呢大家又称那尊观音菩萨为瑞应观音。那现在如果我们有机会朝拜的话呢，都可以朝拜得到啊，非常灵感作住啊，所以呢称为瑞应观音啊。那么新雕刻这尊送到普陀山呢，在那个宋朝时候呢，忽然之间观音菩萨他就缺少了一个手指，大家觉得很惋惜啊。后来有位法师呢就在那个朝音洞啊，就看到海面上浮起一朵鲜花来，那么打捞上来一看呢，原来就是那一根手指，然后呢把那个手指呢又
安在一起啊。那么曾经宋朝时候呢，曾经有一位大臣呢，奉皇帝的诏命呢，要出使到日本国和朝鲜。那么呢，在海面上也是遇到暴风雨呢，也是因为祈祷观世音菩萨，然后呢就风平浪止啊。那么回来以后呢，启奏皇帝呢，当时的啊皇帝呢就亲自呢就写了一个匾额，叫做啊宝陀寺，哎，那么就送给那个现在的普济寺啊。那么这样的话呢，可见呢，观世音菩萨呢，他是可以啊处处呢显现来饶益有情的。第六是宏愿自在，菩萨能够随心所欲呢，要到什么地方示现成佛，就可以到什么地方去示现成佛啊。第七是圣解自在，菩萨因为已经证得了全十二智啊，我们看后面的那个寄送啊，广修智方便呢、啊、广修智方便呢，广修是因地呢，广修六度万恒，智方便呢是果觉上面呢成就了实智，方便呢就是全智啊，善智方便度众生呢，全巧的智慧。嗯，因为能够成就了全十二智呢，所以能够示现种种不同的色身说大小全实偏圆顿见，各种各样的呢无量法门都可以呢善巧的宣说。第八是如意自在，能够有广大的神通，所以在十方世界能够现种种变化。第九是智慧自在，所说的法呢啊，能够令人人听呢都生欢喜心，都得法益啊。第十是说法自在，得大辩才，以四悉谈来说法啊。那么在一切的菩萨圣众之中呢，与我们娑婆世界最有缘分，与我们啊，尤其是我们这个南赡部洲的众生有殊胜因缘的，那么就是所谓的菩萨八大子啊，啊八位净世菩萨啊，文殊菩萨、普贤菩萨、观世音菩萨、地藏菩萨、虚空藏菩萨、除盖藏菩萨、弥勒菩萨啊。那么呢这些呢就称为啊，还有一个就金刚手菩萨啊，称为呢菩萨啊八大子。观世音菩萨是三世诸佛大悲心的化现，文殊菩萨呢是十方三世诸佛呢智慧的化现，金刚手呢是力量的化现，所以称为三一护、三护主，那么虚空藏、地藏呢，这是让众生呢能够呢，地藏是讲因果不空，虚空藏呢讲万法皆空，我们要由相而见性，由地藏呢而入虚空藏啊。那么虚空藏菩萨，并且呢他是初学者呢忏悔业障啊最好的法门啊。按照虚空藏菩萨的仪轨，在黎明时候啊修虚空藏本尊法呢，就能够啊很容易呢与本尊相应，很容易呢忏除业障。还有虚空藏呢啊那个求文池陀罗尼能够迅速地呢开智慧，所以东密里面呢他们要修法的时候，首先一定会求虚空藏、求文池陀罗尼法，哎，那么然后呢就能够记忆力非常好啊。并且呢大圣的行人呢犯根本罪的时候呢，依虚空藏仪轨来忏罪也是比较容易忏清净的啊。在那个大圣菩萨戒里面呢也有虚空藏瑜伽菩萨戒啊。地藏菩萨呢能够令我们世间和出世间的种种求愿皆得满足啊，因为我们的心地呢含藏宝藏啊，含藏呢
佛第三德、法身德、般若德、解脱德，在我们的真如妙心里面都圆满地含藏有。所以呢，一切宝藏呢都能够求得。世出世间啊、物质的财宝、智慧的财宝都啊、福德的财宝都容易来满足。尤其是出家人和居士呢，如果啊、手持别解脱戒的话，我们向地藏菩萨祈祷啊，修地藏菩萨的本尊法，就可以呢防止犯戒啊。如果已犯，可以还得清净，不堕地狱。哎，那么所以呢，这个都是对我们啊修学佛法的人非常重要的本尊。底下呢就是开始讲偈颂。二是无尽意菩萨以偈问曰。那么现在我们流通的普门品呢，分为散文体的长行文字和偈颂体的呢韵文体的这种颂，好像诗歌一样啊，偈颂两种的呢体裁。长行的文字是鸠摩罗什法师呢所翻译的。